中心镜头是来个机关，该关政府一般控能力都办理社区治安沿袭观摩活动，选定在民雄的中央社区来举办活动，由该机关警察局来统筹，精心规划假日社区观摩和参加民众收获不少。嘉义县政府一百零两年度办理社区治安沿袭观摩活动，选定民雄的中央社区，除了动态多元节目展现社区治安成果之外，并安排舞狮、迎宾舞、陶笛、肚皮舞、CPR 演练、宣导短剧等表演，内容精彩丰富。另外，加码民雄消防分队防灾急救的演练等活动。中途时间是民雄警察分局一百零两年度社区治安会议，由乡亲提出建言。我们警察局也结合了分局，结合了社会局、消防局，一起来办这个活动了，所以节目非常的精彩。我想对我们社区是有很正向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警力有限，民力无穷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那假如能够好好把社区的巡守队、社区的能量动员起来，对一个社区是很正向，也可以促进我们地方的团结。那一个社区治安弄好了，其实跟社区的居家品质了，这个社区的这个土地的价值了，房子的价值都有正面的哈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推动，共同来重视这个区块。那洪水救不了警卫，弯曲不如警邻的哈。所以征讨会当来做。这个所望相助队的，我相信对地啊非常的帮忙真大啦吼。我希望讲今仔日的这个观摩演习会的，会当大家互相切磋，伫咱所有只队员的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因为无私奉献，大家会当来巡逻，让咱的征讨会当过着一个平安、安宁、快乐的生活。嘉义县警察局表示，社区治安沿袭观摩目的在强化社区治安营造的执行力，建立多元合作关系，以落实治安社区化的政策。借由年度社区治安观摩活动办理，展现警民合作的重要性。新闻客户洪嘉义县采访报道。